总决赛 G2， 詹姆斯被绊倒，裁判反而推了卢指导技绊，杨毅评价不合适。对此你怎么看？合适与否已经不重要，其实还是输了。裁判吹卢指导技术犯规，是因为他质疑裁判，估计还有素质三连，这并没有问题。关键是这一次球场上的判罚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库里没有给快攻中的詹姆斯留下落地空间，裁判没有判罚库里的犯规，卢指导因为这失才着急。很明显，这一次判罚对骑士不利，整场比赛都处于追赶状态的骑士需要快攻这样的球来提升士气追赶比分，可是这样的判罚不仅没有让骑士得分，反而送给勇士得分机会。解说员杨毅和王猛都直呼这球应该是库里犯规，只不过并没有什么作用，裁判的判罚不是唯一的标准却好用，其实还是输球了。个人观点，欢迎评论，喜欢请关注。